吾安先生，吾安太太，我要自我介绍。我的名字叫 Dia Bebriani， 我今年24岁，我的身高162公分，我的体重65公斤，我的学历高中毕业，我离婚了，我有一个小孩，我的信仰回教，我从印尼爪哇来的，我没有兄弟姐妹。我以前在台湾工作2年，就是照顾阿妈。我想在香港工作，因为我要赚钱帮助家庭。我知道在香港工作很辛苦，我会处理好工作。我不吃猪肉，但是可以我跟猪猪肉，我不把好，叫我介绍完了，谢谢，拜拜。